哎，今天我们要来的地方是明治神宫。明治神宫其实就是明治皇帝的陵寝，所以就来看看明治皇帝是日本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哦，他带动了明治维新，使日本学习西方文化跟西方知识，所以让日本在世界历史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。